好，来，各位贵宾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来先说。现在各位听真多，大部分在讲选举运动。其实我相信各位特别海外乡亲所关心的，不是讲选举运动，要政治运动。咱常常用选举的结果来评估咱台湾民主的进步，这是无够。就像你这几天，咱详细来看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真大的进步。当年蔡头反对总统一选，反对总统由台湾人来选的，侯伯村敢不出来选总统？伊当时足认真咧反对选总统，台湾人有资格选总统，马英九也出来选总统。所以台湾的总统必须由台湾人民选举的制度是已经无法度推翻，这是当然是有阵子嘛在会成就，但是咱看到这个蔡头。反对总统一选的侯伯村马英九出来选，咱知影讲，咱以前所推动的总统一选，吼、哦，这制度已经在了。各位来详细看马英九最近的广告，讲台湾的前途，还有台湾2300万来决定。会记哩，伫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时，跩人拢反对啊，就撤退。20年前，伊是非常反对讲台湾前途由人民、台湾人民决定，应该就要两岸人民、两岸的人来决定。今仔日为着选举，伊就哦承认咱的主张是正确。哦，你也搁上台注意看，伊前讲主张终极统一的人，今仔唔敢去讲，为着选举唔敢去讲。伊主张讲开放中国学历的人。一话大家记哩，伊到尾啊，选举提出6大保证、6大保证，伊讲会开放互因遮考证照，但大约是做教授会使哩，吼，教授无爱注意，啊，我这部无问题咯，吼，科技伊的证照是我咧科技，伊讲绝对会同意因来考证照，吼，另外因嘛会同意因这大陆的劳工来台湾，袂同意因大陆。也这农产品随便来台湾，而且咱看得出讲，伊台湾人民的力量，和因徊主张，吼、哦，真侪主张逐渐统一啦，大陆开放啊，大陆人甲台湾人变就同款啦，随时你来当你心情跩主张唔敢不过，所以咱20几年来所努力的台湾前途，由2300万人来决定这个主张，即摆已经在咯。今天我有看到报纸上马英九讲，甲中国人要甲台湾谈什么，就要先撤回，撤回因的飞弹。今天报纸嘛吼，有安尼讲，这句足奇怪。而且马英九选举前，伊讲，伊若当选了，就连3个月内要安怎，即摆唔敢去讲。伊嘛知伊是做袂到嘞，伊嘛知做袂到，伊即摆讲中国讲，讲你先撤回飞弹，才甲咱讲这代志。这对中国是一个足大的挑战，我唔知北京的感觉是安怎。所以讲，民主进步党也好，还是竞选总部也好，这几年还是这几个月努力，唔是无效果。以咱政治运动来看起来，咱已经达到真大的成就。以咱你未来台湾4年的总统，伊唔敢阁讲台湾的前途，以2岸的人、12亿外的人来决定，唔敢阁讲，因为别抓小狐狸。讲过些大利益，我就不讲。这当然是伊对咱的屈服，对咱主张的屈服，这点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相信未来台湾的新政府要取得北京的支持，伊敢一件代志，伊已经想办法阻止台湾的本土化，阻止台湾的进入建国运动，这点咱是要注意。啊，若讲伊讲假讲。大量的开放，大量的人来，大量的开放，大量的学者来承认啊，奠定路啥物来，伊唔敢做，始终做未到，伊也唔敢去做，所以真侪言论是，但是叫做总部在努力的结果吼，伊拢收到转去，拢收到转，这是一个足大的成就，咱要注意。可能未来，咱除了电视来讲，还甲这个永远遐咧讲的吼，咱。唔免多指挥吼，我相信咱一定要肯定咱这几年的努力，咱有达到目的，吼、哦，会当至少
八六年民主进步党成立出来，迄个东江一部的东江，伊即摆成立接收到啦，台湾前途用2300万人来决定。我咧刷咯，你讲刷咧做些决议案，比如讲台湾主权独立，吼、哦，1988，但1990台湾的国土只有开放金马这个范围，因唔敢安怎讲吼，但是我相信因也无法度去反对咯吼。所以咱刷咯，安怎继续推动咱的这个独立建国这活动，咱需要做。我所担心的，咱所面临的条件是新政府一直伫台湾。阻止咱的本土化，啊，甲阻止咱的建国运动，这是咱来努力的方向。所以选举运动，咱无赢真无赢啦吼，也无讲输啊真忝，也无赢。咱的计划过掉，但是选举咱并无选赢。但是政治运动咱有在推进，哦，所以伫县大会甲县大会伫15、16伫高雄区的时阵，咱的主题是台湾的危机甲转机。即摆选举是咱的危机。选到是咱危机，但是对我有讲，危机甲转机看咱安怎处理。是这时阵，咱来继续来发扬，台湾前头2300万人这款的主张，继续推动。哪里咱安怎反对中国，反对国民党政府，安怎甲中国接近，足侪咱的空间，足侪会当做。所以讲，到底咱未来台湾是咱的转机，还是这个危机，看咱的做法。所以1970年，我顶伫高雄，我有讲，1970年，伫国民党代表团赶出，互赶出两个月，阵，咱国民党就是化讲话，台湾危险咯，台湾大家团结咯，啊，装进自强咯，大家，台湾党员能够白讲话咯，等等，伊都是我就讲一句话，我讲咱咧赶紧用这机会来向国民党挑战，讲国民党已经无资格伫台湾讲是代表中国。国民党伊无资格伫台湾，讲是中国政府，所以一九，伫我较早伫民国时以前的这个，1978年我当中华选这个国民代表时，我的表就是向国民党挑战，挑战什么？就是讲你唔是中国政府，你是台湾政府。然后结果伫1971年反对接受美国的。三重代表制、双重代表制也理由的之一。如果呢接受双重代表制，我的政府能够代表台湾，哪里我的国会怎么办？我的国会怎么办？我国会的成员也能代表全国啊，所以我必须在该说国会说，我不能接受双重代表制，是这个理由之一。所以这东西不能判出讲。利用联合国方赶出国民党代表团赶出的理由，那应该坚持讲你是代表台湾，最多是台湾，所以国会一定咱台湾人家当选。所以当时慢慢发展出咱美国甲美国时期所谓三大要求，哦，改组改良国会全面改选，啊，想改选嘛，今日赶快，今日到底咱危机啊转机，看咱来做法。1970年到1978年，美国党前后期的这时阵，咱做了真好，咱看得出迄个意义。1970年、1978年，美国跟全球联合国共挂出，那时期讲咱的转是咱的危机，但是咱的政治运动来讲是咱的转机。今天国民党来继续去联合国代表中国，咱今天要台湾要建国，也是非常困难。所以今天呢？咱选举是输，政治运选举运动是输，政治运动咱要往前推进，咱有咱的成就，要看要安怎继续发挥咱这个结果，咱的成就看咱的做法，咱的危机都是咱的转机。如果有，咱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哈。所以现在海外同僚来做参考，请大家指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